到了，这样是不是很棒？我们以后都不要在小巨蛋开了，我们就这种小场的连开十场那种，因为这样你们讲话我都听得到。谢谢，我收到很多很多你们的手写信，我非常的开心，有从全世界各地来的，然后当然台湾的朋友也很多很多，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数位时代要写信对你们来讲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有没有边写边哭的？因为我有看到那个信纸上面有泪痕，就是对对对，然后是鼻涕是感冒吗？感冒是感冒还是泪痕？因为我看到那个泪痕我自己偷偷感动一下，觉得你一定是想起了这30年来我怎么陪伴你们，然后我在低潮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鼓励我的。看一下那面墙，那个你们的信有部分被贴在那里变成我的翅膀，变成翅膀陪你飞，去每个你在的地点，想待在你的身边，如果不小心就没哭泣。